关注点一下吧，那个手机用户左上角，电脑用户右上角的直播时通知我，有信心的点一下。哎呦，我们大声，咱们把信心点一下好不好？今天的信心有一点少，把信心勾下呗。然后左上角五星咖啡预约可以点一下，电脑用户右下角直播时通知我。今天的星星都点完了吗？我们来跳下一个舞蹈吧。
看跳什么看不懂，猜不懂就对了。有些东西没有那么容易看得懂啊。 Thank you。 这种东西有那么容易看得懂就不好了，要的就是你们看不懂吗？咱们记得把关注点一下好吧，可以左上角五星五星还翻天的月勾一下，然后 Hello 手机用户的话是左上角，电脑用户是右下角，直播是通知我。等一下我们就回直播间直播了，喜欢贝贝等一下跟贝贝回家哦。对啊，在轮麦呢，我休息一下，有点累了，刚起床呢，感觉还沉浸在迷糊当中，还没睡醒，加上昨晚上失眠了，睡不着，不知道怎么了，感觉这个世界变了。我们来看下一个乌云吧。人人会见人人任性，你们不担保高兴，有时寂寞亦是本领。
确实是有一点累了，就睡吧，记得把关注点一下吧，等下就回家去直播了。手机用户的话是左上角，电脑用户是右下角的直播时间库啊，跳不动啊。